请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故事 ？Baby loves fall, baby loves fall。对，就是 Baby loves fall。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小宝宝也喜欢秋天哦。你看，秋天可以看到什么景象？枫叶，对不对？还有小松鼠，跟什么？他在干嘛？采橡石哦。然后小宝宝穿了什么样的衣服？比较保暖的衣服，对不对？有毛线帽啊、围巾啊、外套啊。那你知道秋天是哪三个月吗？哪几个月是秋天？不知道、哦。现在就是秋天啊，十一月份是秋天的尾巴了。今天我们居然这里居然下雪，秋天已经快结束了。秋天今年提早结束。那除了十一月，十月跟九月也是秋天，所以中秋节呢？中秋节一般都是大概九月、十月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是秋天，叫中秋节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本《Baby Loves Fall》。你喜欢秋天吗？你也喜欢啊。It's fall. What will baby see? 秋天的时候会看到什么东西呢？知道。What is in the basket? 你猜这个篮子里面是什么？不要告诉你。不要告诉你哦。Oh, here are a soft, fluffy hat and scarf. 所以是一顶暖暖的毛线帽和围巾啦。There is something behind the shutters.What can it be? 柜子里面，你猜柜子里面装了什么？不知道。噔噔，a yummy apple pie， 原来是苹果派。苹果是秋天的水果，所以秋天会丰收，就可以做好吃的苹果派了。南瓜也是。南瓜也吃啊，对。What do you see behind the rack? 所以这个扫那个落叶的那个耙子后面是什么？Look, some crunchy acorns.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橡子都会掉到地上。小松鼠最喜欢了，对不对？ Something is in the apple tree. What can it be? 你觉得苹果树上有什么？打开来看看。Squeak, squeak. It's a furry squirrel. 是一只毛茸茸的什么松鼠欸，它采了好多好多的橡子哦。What's behind a silly scarecrow? 秋天的时候呢，还会看到什么？你觉得稻草人后面是什么？猜得出来吗？南瓜，对的。Three giant orange pumpkins. 一二三，你早就知道了，你很厉害。What's behind the barn? 所以呢，农舍后面有什么呢？农舍打开门，哦 ，a huge pile of leaves to jump in. Wee, I love fall.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喜欢秋天哦。这就是秋天的景致，你可以看到南瓜、苹果派，然后橡石，然后还有一大堆的枫叶，当然还有小宝宝需要穿暖和一点的衣服。好，这本就是 Baby Loves Fall， 宝宝喜欢秋天。Yeah. The end.